你敢真正是伊的亲娘？错一个，你这个莫变鬼！你伫遮要偌久？你伫遐徛偌久，我就伫遮等偌久。那你讲，你知影我顶斗三期切出菜，毋是我煮的吼？我早就知影毋是你煮的，你若无，我为难你要做啥物？非得我一定得着失去记忆的尽头，过去种种我拢已经放袂记了。杜总讲，你知影，这出菜不是我煮的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我知影的不止如此。你不是莲花娘娘，你是冒充的。你凭什么断定我是冒充的？你有凭什么证据讲你是真的？凭我有这个艺术的金凤签，金凤签阁会当代表什么？无听到，你这个金凤签是捡。你倒一蕊目睭看到是我捡到，我对天就抓，这个金凤签不是我伫个落尾捡的。你若无证据，你莫在了后白讲。我根本无需要证据，因为我的目睭甲我的记忆就是证据。我讲你不是，是因为我爱恁的莲花娘娘。那恁你啥人唔敢穿？吼，我知啦，因为你唔敢嘛，你惊无人相信你讲的话。你错啊，我唔敢穿你，是因为我要甲你讲条件。免讲，你也唔听清楚。我要跟你讲什么款的条件，你就拒绝我。你敢唔惊以后会后悔？后悔啥？啊，你这种人我看出错了。我才不爱跟你这种魔鬼在讲条件。你爱怎样？冒充皇亲是欺君之罪，是连敌救族爱抬头的。啊，爱抬头。哦，我就惊，也唔过甲你这种歹人合作，我搁较惊。还是讲嘛奇怪，你嘛明知我唔是甚物好人，你搁要甲我合作，莫非你要做出甚物伤天害理的代志哈？你都无要答应我，我何必甲你讲？我甲你缠无到最无啦，无任何的牵连。啊，是你是要害死你小弟？欸，我跟你说，你若敢害哦，你干嘛跟你拼？现在搬去给什么人看？你也不是他的亲娘。就算我要伤害他，你还可以安怎？